接着下来这个我要好好的，我跟你说这个稿子很长，他一定要把它念完才可以。请在他朗读的时间，让我们的贵宾缓缓的走上我们的红毯。我现在看到是陈奕凯乐咖，还有赵福林，还有谁呢？以及东太平洋渔场实价分析师兼操盘手兼洋流讲师，海龙王彼得兼武术大师，中干人兼 WiFi man 兼台北暴徒黑魔王兼人民的法锤。我如果这一段没有念完，我的左手不要放下。但是我如果左手不放下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看稿，所以我还是要放下。好，兼罗马荣誉元老兼地球超人兼北台湾切格瓦拉兼劳基法魔人兼浪漫 Duke 兼办公室甘地兼亚洲苦乏虎咬拳兼影子模仿术气功及鳄鱼术传人兼中和区牛顿兼构造改革者兼北台湾陶渊明兼东亚政治强人兼恶魔猫男兼 Baby 原之助兼数位列宁挑战太阳的男人兼上新装黄战士兼复刻的失忆男宋家波。你刚刚做件事有点不耐烦，想说要念多久？比想象中还要长啊！想说要走，我以为还好，我们还三跳三行哦，啊，还有三行，还有三行没有念完，就这样把它跳过去。原本是有预想说是要不要走两遍，这样。你说这样会一直走吗？今天呢，想要问你们问题啊，就是你们从一开始，其实你们做 YouTube 或拍影片已经很久的时间，可是在也许去年的时候，然后突然的爆红被看到，那接着下来呢，就有很多的影片，然后用业配，而你们业配的方式也没有失掉你们自己的味道。那我想问问，现在你们开始专职拍片了吗？就是没有再继续，做影片是你们的专职，就没有再做其他的事情了吗？你说，等一下这个我没有，对，现在主要是做这个，对，主要做这个，所以 YouTube 已经够滋润，可以活了。吃得饱，吃得饱，穿得暖，法锤可以放下来了吗？不可能，不可能。好，但现在你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变成那个资方了？因为你们应该有成立工作室或者什么之类的吧？哦，这个问题可以探讨很久啊。我觉得我们要做得了，这个可以探讨啊。对啊，我们可能要造成大家的抵赖啊。所以就今天红毯要速速带过，待会私底下再好好的聊一聊就对了。欢迎反正我闲，谢谢你们，谢谢，开心。在刚刚就是从恶王那边之后开场，黑妈妈的一段到现在，你被制录了。接下来颁发的就是最佳巧妙制录奖，入围的有最佳巧妙制录奖 ，STR Network 曾伯恩 Brian Chen 早餐店阿姨 Breakfast Auntie featuring White。哎，你这周要干嘛？露营系列。揭晓大铁肚子里第二胎的性别啦！苗栗露营。乔瑟夫 Joseph， 不要再取奇怪的餐点名称了。#吹你脑，好喝到。反正我很闲，大业配时代，流量就是一切。神秘厂商来袭，业配成功真相。以这个时代作为定。J 宝健宝。时间管理，一次约历代女友出来约会，健保修罗场，意外让三个女生大爆哭。哇哦！我说真的，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因为我其实几乎都有看过。我今天才知道是制录哎，没有啦，开玩笑了。觉得他们真的都蛮棒的。好，最佳巧妙制录奖。得奖的是，反正我很闲。恭喜！恭喜！反正我很闲，我就怕被骂啊！等一系列说出大多数台湾人心声的台词，激励着我们，也产生共鸣。你要喝吗？好啊 ，OK 了啊，谢谢味道，谢谢味道。好，谢谢瓜吉啊，谢谢上班不要看。哎，我其实有写。哦，那你讲，好啊，谢谢从以前到现在帮助过、支持过、包容过我们的人，然后谢谢一路以来的合作伙伴，然后谢谢所有的听团仔，
然后谢谢罗马竞技圣斗里面的朋友，啊，最后谢谢我们自己。谢谢。好，等一下，你还要想讲什么？我差不多，哎，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啊，我可以喝一杯吗？你现在是要约喝的？哎呀，那你来啊，我只有一个杯子啊，拼了。虽然我调的非常非常难喝，但得奖了就干杯啊！恭喜恭喜恭喜！谢谢。哎，我们家木星看了也蠢蠢想喝，哎，怎么办？可以来一口吗？要用这个吧。那什么？冰桶。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先下去喽。台下喝，台下喝，台下大家一起喝。谢谢大家，谢谢颁奖人，也恭喜得奖者。刚那一趴好像大家不知道怎么收尾。哎，说真的，我真的调超难喝。我刚一瞬间，我想说，我现在要讲话吗？